如果说你的后阳台底下是见空，是所谓空，是悬空的话，我不建议啦，不建议，好不好？不建议。可是如果说你的后阳台下方，你下方是有撑的啊，你不是说什么哎车水马龙啊这样子走来走去，没有强大气流在这样走来走去的啊，那勉强 OK 啦。可是我还是说，你的后阳、你的厨房或者说你的灶台，你能够留在厨房里面，尽量留在厨房里面，除非你的厨房真的是没有空间了，真的是没有空间了，那那真的没办法，那你就把它移到后面的这个灶台吧，好吗？好，这个道理哦，就有点像这样。很多人会问我说：“老师，我这个冰箱能不能够放餐厅？”对不对？特别是你说，如果是住在小套房里面的，又或者是说厨房的空间真的很小，我放的琉璃台，放的这个电器柜，然后放的这个瓦斯炉，就冰箱就放不下，真的有很多这种格局哦。那真的是这种情况的话，你冰箱你就把它放在外面没有问题啊，因为你现实的情况不允许你全部都塞到厨房里面，那就只能取舍咯啊，好不好？